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地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周晓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袁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啊，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分享四位老师的生活智慧吧，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咱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可以忍受你对我的任性和埋怨，但不能接受你对我亲人有一点不尊重。这么多年我在家任劳任怨，你就像一个甩手掌柜，不帮我分担任何压力。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就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囚鸟，你的掌控欲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感觉咱俩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了。在你的眼里好像我就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人，其实我只是想要你多重视一下我的感受，可你的冷漠真的已经让我心灰意冷。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黄先生52岁，来自天津保险工作；女嘉宾刘女士50岁，来自天津保险工作。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谢谢。同事对吧？是。在一起4年了是吧？是。啊，以前都没结过婚。是。哦，这可不容易啊。啊。是。这不是更应该珍惜吗？嗯，是的。啊。他咋今儿来我们这儿了？因为跟他共同生活了4年了啊，而且我不只是跟他共同生活，准确说我们两个人和他爸爸共同生活4年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对待老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少的分歧。那肯定的，老爷子今年高寿啊？80多岁了。跟80多岁老人在一起那不容易啊。是啊。结婚了吗你们俩？我们有这种打算。等于没过门就面临一个那么高寿的一个老公公，是难呢。而且我们不只是这方面有分歧，我们这个消费观念上和家庭琐事矛盾特别的多。行，咱慢慢说说呗。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跟我爸爸一起生活，刚开始我觉得他还挺好，挺爱干净的，后来我发现他洁癖的太严重了，每天要求我们家里头不能有一点灰，每天上我们爸房间里去检查卫生去，我爸身上都不能有一点味儿。老爷子80多岁了，他要求每天都得洗澡。哟，那么大岁数人，你说这不是折腾吗？老爷子行吗？身体？身体还好，但是我觉得每天这么折腾没有什么必要啊。干嘛管老爷子啊？您不了解情况啊。他父亲跟别的老人不一样，他从来不洗，吃完饭就睡。当我给他拾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被褥和身上都有味儿，尤其是夏天，你说这他一点儿也不洗，身上都是黏糊的，都是味儿的。是洗个澡啊，那个舒服，这也没问题。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咱卫生间那个地面那多滑呀，磕着碰着，这都是安全问题，你想到没有啊？我当然想到了，所以说他父亲进卫生间的时候，我都把底擦干净了。完了之后呢，我垫了一个小垫儿，防滑的垫儿。我呢还跟他父亲说，你洗完了赶紧出来，出来之后呢，我给您做卫生，您妈也别管，洗完了马上就出来。我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了。这个行吧，除了这个，跟您父亲还有什么矛盾吗？太多了，他呀就是对我们家这卫生啊太苛刻了。每天到我爸房间检查卫生，上一次啊，他发现他房间里就有个纸团儿。他就跟我大发脾气，直烫的嘛。只是一个纸团的事儿是吗？主持人您说呀，每天早晨我去他父亲屋里打扫卫生，炕上地下全都是烟灰，我就跟老人说，我说您啊晚上千万别抽烟，你要抽烟啊实在忍不住您就搁在烟碟里，因为你在炕上抽烟容易起火。我怎么说老人也不改，天天是地下炕上一堆，他这样说了也不改，我只能是一次一次的收拾。烟灰这问题我跟您解释一下。不，这都别解释了，生活习惯的事儿你解释没用啊。是是，这是一个现实而无解的一个题啊。是啊。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冲突跟父亲？等于父亲的卫生啊，个人卫生和父亲房间的卫生是一个冲突点，还有什么冲突点？是啊，最严重的事儿啊，他要求我爸爸80多岁每天我们下班要给我们做饭，
那么大岁数人，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不是每天要求他做饭吗？有的时候我要8点多下班，我就跟老人说，我说我把米搁在电饭煲里了，您受累给我投一下米，插上电门，因为我进门以后就能炒菜，要不然几点吃上饭？我不偶尔一次吗？又不是每天都这样。再说呀，老人除了在家里躺着就是看电视，连动都不动，就这点小事你动很动，就当他锻炼了，动很动很对他身体有什么不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他都那么大岁数，腿脚又不方便，他生活能自理就挺了不起的了。不是，那您干嘛不做呢？我也不会吧。那您跟他没谈恋爱之前您怎么吃的呀？经常在外边吃，我们生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所以家里就没有会做饭的人。父亲单身多少年啊？有几年了。您说这一个家庭里所有的活都是我干，我又不是保姆，对吧？你多少学着点。那他在家里干嘛呢？他特别懒，除了下班看手机，手机看够了就开始画画写字。我这不是有点爱好吗？我下班5、6点了进门，又得做饭收拾屋子，甚至是我下班8点多，有时候我加班啊，8点多我回来了，我进门渴得厉害，我叫着倒杯水喝吧，一倒水哪壶一滴水都没有。你说你6点来钟下班了，啊，进门就一壶水都不给我做，家里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次赶上也巧了，我是有朋友跟我订张画，忙着手头自己的事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你倒是忘了，我进门又得先做水，再做饭，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对吧？而且我已经很疲劳了。昨儿我再跟您说件事儿，有一天啊，我单位开会就回不来了。那一天他带他爸爸1天3餐都在外头吃的，你说我这一天上班挣那点钱还不够外头吃饭的钱了。他不挣钱吗？他也挣啊。那不完了吗？但是那我们要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这日子怎么过呀？我不说你全会做，你学点简单的做饭啊，学点简单的炒菜，你能够我不在的时候你能给家里做一点，给老人做一口，你不能都指我，我也不是说每天都在家里啊。其实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太难了，等于一个人要伺候俩老光棍嘛。是，关键是还没结婚嘛。是啊，心里当然有怨气了，特难受，对吧？对，想的就心里不平衡。客观事实就是这样的，这个事实你改起来很难。咱们再说其他的冲突好不好？我说吧，消费观念我们俩也太不一样了。啊，怎么不一样？他呀，太节俭了，我简直受不了。你看买个东西吧，非得用完了再买，然后每样东西不能买重复的。现在网上一点击，随手送到家，多方便呀。他就反对我，而且他就喜欢在实体店里买。现在谁还去那儿？那多浪费时间呀！我们家狗一叫，邻居说啊，家里还养条狗。我养一条狗，它叫妞妞。啊。养了这只狗啊，完了之后一敲门，妞妞一叫，京东人就来给送快递了。啊。每天都有，家里头上下左右柜子里头全都是它画画的纸，一摞一摞的，鼻都几十管了，它还买。你再说厨房里就别提了，冰淇淋不是一瓶两瓶。他买的东西都是一包一包的，家里成了储存室了，柜子里头都割不开了。这不是打折吗？赶上便宜多买一点儿。他买了一个超声的洗眼镜的。这东西可是实用，您看我眼睛也是近视，洗个眼镜多方便啊！这不几十块钱的事儿。是方便啊，你洗了几次？听明白了，花钱还花不到一起啊。是。您在实体店买东西便宜吗？不便宜啊，但是有一点。我在实体店买东西，我就觉得我能看得到这个东西，它的质量我能知道，而且我拿100块钱，我知道我节省着花。哦。跟您说，他买一件衣服，上衣西服1000多，他买一双鞋1000多。现在有低于1000块钱的西装吗？你说没有。还有一件事情，您知道他买了一个那么高那么大的洗菜机。这可好东西啊！啊，安全环保，而且能去除农药。啊，这不提高生活质量？您用吗？我就为给家里用啊。他买回来，他爸爸就特别的好奇，就说用吧。他这个洗菜机水不到位，他不转，所以洗一点的菜是原来洗菜的3倍到4倍的水量。这一下他爸就说这太费水了，用几次谁也不用，又放那儿了。4000多块钱，你说花钱跟流水似的。他花钱让除了这种
您觉得不应该的家庭消费之外不会乱花吧？不是，您得有规划吧，家里也有老人，要是万一有点病或者是家里添点嘛，你得攒点钱吧。嗯，我们这岁数不是年轻的小孩，都是比较实际的年龄了，带着老人生活，嗯，你就这么花钱大手大脚，一分钱存不下嘛。你不能跟年轻的比呀，年轻的是靠后的有父母，对吧？将来有个事儿父母给掏，我们不能指着80岁的老人，我们自身得攒钱，将来有事儿我们得承担老人的这份责任啊。你不能说把钱都花光了。他管你管得厉害吗？我买件衣服他也管，生活当中什么事儿都管，没自由了。不是，您不是想买的不都买了吗？1/10都不到现在。哦，花钱不自由了，还有什么不自由、啊、还有你看朋友之间互相帮个忙很正常的事儿啊。上次来个电话，朋友让我去帮忙，刚打来电话他直接给抢过去了，直接给我拒绝了。你叫我在朋友面前多没面子。他在单身的时候养成了很多的不好的习惯，从来不拒绝任何朋友。那天他的朋友来电话说，黄哥你给我学辆车，手动挡的汽车。啊，朋友要练车当然用手动挡啊。是他朋友的朋友想考驾照练车，但是我们家呢是自动挡的车，他只能找别的朋友再去借一辆车。我就说了，他这个朋友的朋友本身练车就不熟，如果出了问题或者是把车弄坏了，你怎么跟人家交代？您说说，这个朋友也拒绝，那个朋友也不交往，那咱还有朋友吗？啊，再说了，这是我的朋友，你直接拒绝了，拒绝也是我的事儿啊。从我认识你开始就没有拒绝过，只要一跟你说黄哥有什么事儿，马上甚至是在家待着好好的，一个电话马上就走，从来没有拒绝。他可能是以此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吧。行吧，我问几个其他的问题吧。当初您看上他什么了呀？首先一点，我是一个未婚的人，我要当然选择未婚，他没有结过婚，这是我首选的第一点。哦，因为我不希望我找一个已婚的，比较复杂。哦。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单位的认识的，嗯，所以我就觉得他挺幽默的，朋友关系也不错，脾气也好。谁追的谁呀？也不是说我追他，就自然形成的吧。您当时看上他什么了呀？他还是比较朴实，比较务实的人。哦，务实。务实。我特别好奇，就不知道方不方便问，为什么就是一直都没有一段这个稳定的婚姻关系呢？您说我。对，你们两位不都是吗？是。啊。我个人是因为之前我做过几十年的美发，下班没点儿，再加上我个人来说，就是当初那几年挑三拣四，对婚姻我也不重视，后来耽误到现在。行，特别坦诚。您呢？我是因为我父母结婚的时候都40多了，当我长大的时候20多岁，他们已经老了，都有病了。我爸首先得了癌症，我妈妈类风湿，他们都相继都住院，所以呢，我就从我20多岁一直照顾我的父母，40多岁，把妈妈照顾走了，我才能考虑我自己的事情。啊，父母都不在了？都不在了，我用我的青春和年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父母。那今天两位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和他认识的时候，觉得他脾气挺好的，我觉得我们俩能够生活在一起，也是一个缘分。您还想跟他再往前走一步？对，这个在现实生活里提过吗？提过呀。那你想娶人家吗？我头脑里也有很多问号，就是在生活中就是产生很多的矛盾，我也在头脑里打着很多问号。单身这么多年了，自主这么多年了，自由这么多年了，所有的主意都是自己来拿，现在突然间没有自由。对，要有一个人来商量就觉得不对了，对吧？是啊。这不是已经在一起4年了吗？对啊，就在一起4年了，他都没有说有些事情能跟我商量。习惯了吗？40多年都自己做主了。你们在好了之后住在一起，这4年钱谁管？也没说谁管，就是大钱的时候我们俩是放在一起。你们俩谁挣得多？他挣得比我多。多多少？多1/3吧。哦，多1/3。今天来这儿到底是什么？再问一次。今天来这儿，我主要就是希望他能够啊，对这个家庭将来有一份责任。我也想请各位专家了来评论评论，您有没有问过他，他还想不想跟您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在一起啊？这个我从来没有问过。问一下啊。我帮您问吧，还想吗？
应该是。那你可想好了，没自由了啊？我觉得真有女人管你了啊？她为牵扯，就是会干涉到你的交友，会干涉到你怎么花钱，这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了啊。是，接受得了吗？能够接受。确定吗？不确定。不确定嘛，其实就是不确定嘛。所以您还以为这关系就铁板钉钉了？我也可没钉钉啊，人家不确定啊。当然，我心里也很别扭。那你这段关系里图什么呢？但是我希望他又能有所改变。咱人到中年了嘛，咱就说点最现实的嘛。如果他对你好，我们可以理解，对吧？现在等于你一个人，一段感情开始了，要照顾两个男人嘛，其中有一个男性，而80多岁一个老先生，这很辛苦的呀。就为什么呢？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既然当初我们俩走在一起，就我觉得就不是，您要传统家庭，您就不应该还没结婚就搬进去啊。我指的传统，就是因为我觉得既然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他就应该有所改变。他两个人既然能够生活一起，他就能够为对方去着想。他没有啊，是是是，所以我们都带着各自的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憧憬走到一起。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发现美好生活和我想象的样子不太一样，对吧？是。所以这个时候女生的想法是，我希望你能改变，然后回到我想要的那个美好生活里，对吧？是。先生的想法是说，哎呀，这个美好的生活还没有那么美好嘛，我现在犹豫嘛，我举棋不定嘛，我是继续呢，还是有可能我要跑啊，是不是这状态？是啊。那应该怎么办？各位老师，你们看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生活将就了以后，累的是自己，又累心又累体力。我想说一下刘女士，您今年是50岁了，是，但您活得跟一少女一样，您根本不知道婚姻到底是什么。你想象的婚姻生活是，我为你付出一点，你也为我付出一点，我们两个一起把这个日子过成我想要的样子，但根本不是。刚才您跟您男朋友在对话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犹豫说我要不要跟这个女人结婚。所以我觉得您这4年最苦的一个地方是，您自以为是的在为这个家付出，的确您做了很多，但是您做的很多东西并不是能够得到双向回报的。您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两个男人没有辞职家能力的男人是需要您来照顾的，您很清楚的知道，但你想象的却是，我就想要过浪漫的爱情生活，根本没有。所以我会觉得您的付出到底是为什么？以前那个家没了，为了得到新的一个家，还是您真的想要一个您想要的家？如果你想要你想要的生活的话，我劝您赶紧离开吧。我其实很理解你们两位的现状，大半生都是自己一个人过了，然后生活是什么样子，自己已经习惯了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没有问题啊。你们过去其实都不想结婚，女士也一样，固然照顾年迈的父母很伟大很奉献，但其实核心还是你不想结婚。我们看到有很多成了家的人依然可以孝顺父母，我推测大概你会觉得照顾父母得到的那种情感的回馈和你付出得到的价值的体验在你心里是排序第一的。是，你可能在和男女相处的关系中，至少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得到那么让你满意的回馈，所以你是放弃了和男人相处，全身心的去照顾了父母。是，所以过去你也不想结婚，你不需要婚姻。男士也是，你过去一直是一个公子哥，我不愿意承担责任，我老父亲以前老母亲能照顾，我们都过得悠哉悠哉，一点毛病都没有，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任。但是为什么这4年你们俩凑到了一起？因为生活在变啊，年龄在长啊，头发在少啊，自己也有危机感了呀，也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那么随意的过自己的生活了，自己会老会病，会需要有人相互扶持，这是现实啊。我们再浪漫再理想也抵挡不过现实了，所以现实摆在面前了。我觉得先生你应该感恩这个女人啊，就你这样一个这么爱自己爱享受的状态，随着你父亲的年迈，你照顾得了吗？你甚至连你自己可能以后真要光棍了退休了自己也照顾好自己，你需要一个女人。既然现实摆在这儿，你选择了需要一个女人，
那你必须改变，因为这是生活。你自己不愿意去成长努力，将来搬起石头砸脚的就是你自己。所以我劝你改吧。女士也一样，她的爸爸不是你的父母，你做什么你父母都感恩，都愿意听闺女的，你们是在一个家庭成长出来的，生活习惯是类似的，人家就是不一样，味儿就味儿点儿吧，怎么办啊？老人都有味儿，你让他天天洗澡，真出个意外，谁承担了后果呀？这个男人也一样，你之所以选择他没有结婚，你觉得很简单不复杂，那你势必要承受他就是简单，他就是自我，他就是过毒了，否则人家早结婚了呀。这个年龄想走在一起，又没有过婚姻的过往，除了妥协没有别的方法。反正这个年龄能遇到一起，彼此愿意付出，挺不容易的。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彼此感恩，彼此珍惜，妥协包容，能够携手往前走。我觉得特别合适啊！你是典型的叫掌控型情感模式，你是典型的享受型情感模式，就你们俩在一起特契合。但为什么你今天闹到这儿来呢？它不是一个40码的脚穿一个30码的鞋的问题，是一个合适的鞋里面有一颗小沙子的问题。按理说啊，就有一个小沙粒嘛，我给它倒了不就完了吗？你们的问题就出在这儿：第一，有个小沙粒你忍不了；第二，有个小沙粒倒不出来。为啥那么小一个小事儿，在你们这儿就改不了了呢？就有一句老话叫少年夫妻老来伴，说的好像是年轻的时候啊结了婚，老的时候就可以当伴郎，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你少年的时候没有成夫妻，老来很难成伴。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最容易调整自我的时候，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慢慢的磨合，然后为对方慢慢发生一些变化。年纪大了之后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行事作风越来越坚硬，慢慢的没有办法为对方而发生变化了，所以到最后之后你会发现鞋子里面有一颗小沙粒，倒也倒不出来，忍也忍不了，小事儿就变成大事儿。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我们得先打破自己。你能打破自己吗？你不能。你的洁癖的问题是一步不能让的，你能打破自己吗？你也不能。你生活里面你要享受的东西也是一步都不能让的。这些事儿，如果你们今天年轻20岁，你们都能改，但20年之后改不了了。但是今天你们在这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你们的本质而言，你们是很适合的，因为一个人要管事儿，一个人其实什么啥也不想管。问题就在于你们还愿不愿意为对方来把自己的某一些生活习惯给打破，让出一些所谓的自由权，让出一些会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那些区域。所以两位真正要好好想一想的就这一件事儿，不是合适不合适，就是我要不要打破自己，让我泥中有你，让你泥中有我，就这样。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4年前您自己照顾您的父亲吗？4年前我母亲还在世。所以你是因为母亲去世了才找了这样的一个女朋友？倒不是，那是我们认识是非常偶然。您母亲去世到您找到这个女朋友来接手您的父亲中间有多长距离？也就隔个1年半载。那么那1年半里头您照顾父亲照顾的是怎样的？还行，因为我父亲本身就能生活能自理。假如不是您的父亲的话，您还会考虑和他在一起吗？会的。犹豫。我就想看您要犹豫多久，这一个停顿咱中间究竟要持续多少秒。怎么说呢，我觉得吧，就是我跟其他老师观点还不太一样，就是咱都已经读到这个时候了，没必要非得在一起。就两个人都已经能自得其乐了，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单身生活理得挺顺溜的，自己照顾自己的老人，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已经都挺好的了。在这个时候让你们打破谁，你们都打不破。你们应该找到的就是正好他和我一样，或者是正好他喜欢的，我觉得也不错，找到这样的人，你们的这一个接下来的日子才好办。就像他买那个超声波洗眼镜的是吧，
我们家老公也买了一个，他买了以后他在洗，洗完了以后我会很高兴的，哎，太阳眼镜能洗吗？那我的什么首饰能洗吗？我一个个拿过去跟他试着玩，看这东西到底是智商税呢，还是说真的把有一些东西给洗了。那么这个叫做你喜欢玩，我喜欢掺和，但是你却不管他买的这个东西好不好玩，你有没有兴趣，你都完全没兴趣知道，没兴趣使用，没兴趣了解。他喜欢的在你看来都是错的，不管是写字了还是买这一些网购的东西了。所以当您在干预和你不欣赏他所持有的各种习惯的时候，你们这一桩关系就已经到了尾声。你们缺少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比如我们共同看着孩子出生，我们两个人经历过一起把这个小家庭慢慢的操持成大家庭，所以我们能忍，你们都没有，你们没有过去，你们只有生硬的想从对方身上剥掉他的习惯的决心。那就算了吧，好疼的。他的那一些兴趣爱好挺好的，换一个女士可能会很欣赏跟他一起玩，而您的那一些小洁癖自然也会有一个人可能会觉得挺好的，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好有家的感觉，但碰巧不是你们彼此。都拿四年的时间来证明了两个人不适合，真没必要再去将就了，早点分吧。就一个要求，就一个要求，如果您真觉得这位女士不管不顾飞蛾扑火扑向了你，让你感动，对待你所有的事没有犹豫，你还有一分感动的话，就特别希望您能坦诚。您说我就下定决心了，我愿意为你放弃一些，让渡一些什么东西，我也要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希望你也能为我放一些什么东西。坦诚是什么？说出自己心里真心所想的，您告诉人家就行了。您我没什么好说的，50年了吧，您一直坚持您自己的那个东西，坚持了一辈子，那我不能让您现在改呀，也改不了啊，所以您自己琢磨好吗？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他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看着每天看着为我做这做那，他的背影我打心里感觉到心疼。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我都想不到我这个年龄还会有伴儿。我觉得应该珍惜，就说这么多。我是觉得他应该，多懂得去体谅别人，更能够有一些责任感。我也只能说这么多吧。谢谢两位哈，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预测一下，难呐！我真没法预测这个题，但是我真的想要建议，我是建议这个女士自己离开，因为她永远做好人，但是可能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好的婚姻。我觉得其实他们彼此是有需求的，这个不仅仅是现实，感情层面上也是有很多彼此能满足对方的地方。比如说这男士说这个女生的从不犹豫，这个女生觉得在这个家里的安稳，我觉得希望他们都能出来。我觉得两个人肯定都得出来，但是就是你得自我破壳呀，壳太厚了。我觉得他们都会出来的，虽然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各自去找到更适合他们的人。来吧，看结局，请开门。跟您说一句话啊，你得学会一些辩解，因为你过去那是你的爹妈，你怎么着都行。这个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个萍水相逢，生活在一起有感情的男人，所以你得学会变通，要不然我觉得你太累了，就是挺心疼的。一辈子青春时光全部付给了给予自己生命的老父。Thank you.
在一起一年了，当初他说他很欣赏我，愿意为我付出，但他越来越不愿意听我的话了，还对我有很多抱怨。他不太会谈恋爱，性格又死板，我已经很努力地去包容他，为他着想，但现在我真的很压抑。他很喜欢享受生活，一点也不上进，还爱花钱，还有些缺点我真的很难接受，我希望他能变得更好。他总习惯让我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真的很难磨合。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李24岁，来自天津，护士，欢迎。小杰23岁，来自山西，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哈，男护士。嗯，对，男护士。特别好，咋认识的？在那个社交平台上认识的，他追的我。追了多久？追了2个多月吧。哎呦，说的那个委屈的，追了2个多月。是。现在恋爱多久了？1年多了。怎么样？我们俩就是老吵架，我说什么他都不听。因为我呢是一个护士，然后呢，因为护士们都是女同事嘛，都是姐姐们啊，前辈们，然后都挺照顾我的，我呢平时就给他们送个早餐，下班晚了我就开车送他们回家，因为没有地铁，没有公交了，然后呢他就吃醋了。那我肯定会吃醋呀，他是他们的男朋友还是我的男朋友呀？啊，是。然后他还挺委屈的，觉得我冤枉他了。是，我能理解你，但是我不只是单独给一个人送，因为前辈都挺照顾我的。可是我总感觉他控制不好那个尺度。你就怕他跑了呗？对。好，第一层叫因为你的工作原因我怕你跑了，还有啥矛盾？还有，我就觉得他工资有点低，然后我就想着说，要不然换个工作吧，他就不乐意了，怎么说也不听。我就觉得我这工作挺稳定的，再加上前辈也挺照顾我的，他就一直想让我换工作。那次我俩吵架，失踪了1个礼拜。我当时想着说，怎么跟他说也没用，然后我就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俩谁也别理谁了，我就根本在你身上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未来。不是要什么希望，要什么未来啊？因为我希望他为我做出一些改变，就是按照我希望的样子去改变一些。对，就是我觉得他活得就特别累，他总说我在家有个3大爱好，就是盘盘核桃、喝茶，然后晒太阳。然后他就非得想让我在这个时间然后跟他一起做做兼职啊，发发传单什么的。本来我就很累这个工作。我想的是我们平时也没有太多时间见面，下班时间没事干的话，我们俩一起做个兼职，然后他还能多陪陪我。不是一起喝喝茶不也挺好的吗？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好的青春嘛，应该多拼搏一点，多赚点钱，我是这么想的。不是，人家不是在医院里面挺拼的吗？护士都不容易，他那个上班的时候需要脑力高度集中啊。可能是我有一些工作狂吧，然后我就想的是说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其实我挺理解他的，因为他呢就是主持人，其实我真的能不要这么打我的脸。真的，下面他说什么我绝对不帮你说。行，你理解他，你说你理解的啊，我闭嘴，来你说。其实我也挺理解他的，就是因为他呢重组家庭嘛，他家里人没给他太多的安全感，然后他呢就想一直怎么用自己休息时间去赚钱，但是我不想这样，你知道，我就想我在休息时间里我自己做点我喜欢做的事儿。我是觉得他那个父母给他把房子买好了，然后他就没有那个努力的动力了，好安于现状呀，就是多玩一会儿，多休息一会儿，就老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太上进。我的妈呀，我还不能说，我一说他又理解了，我不说了啊。还有啥问题？就上次他呢就惦着给我盘了4年的核桃，给我卖了，卖了之后买买书，买杠铃，买点健身器材。你说我一个天天举核桃的人，让我改成举哑铃了？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说他那个盘核桃嘛，浪费时间也没有意义啊。我就说你那个报个班，然后咱们学个技能特长的话，提升一下自己嘛。其实我觉得盘串啊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一种慢性投资啊。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爱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学一些那个技能特长什么的，然后多看几本书。你接着说，其实我也很理解。说呀，我本来想怼他两句，算了吧，你都不让我接着，还有什么，我也不帮你说了，你知道吗？这事儿我确实不理解。所以你要跟他讲啊，文玩最难玩的就是把玩件里面最难玩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核桃，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
第一是核桃难盘，第二是核桃易坏，对，第三因为难盘，所以老要在身上带着，容易丢，那个是最磨人性子。你看着就是盘一核桃，实际盘的是一个性格。咱做一件事儿之前，你先了解一下，没卖吧？没有，卖了这真跟你急。总说我未老先衰，有时候像个老头一样活的。啊，这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是我就干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比较喜欢，我安于现在这种状态，对吧？好，那接着说，还有什么冲突？我觉得呢，他就是比较朴素一点，也没几件好看的衣服啊。然后呢，我就想把它变得更漂亮一点，出去见个朋友什么的，也比较有面子一点。那天领他去商场，本来一个挺我觉得挺开心一个事儿，两个情侣去商场。然后当时他就不知道怎么就直接生气了，看上一件大衣，自己把账结了，然后就给我撂商场里了。我是觉得吧，我有几身衣服换着穿其实就够了，没有必要。我也知道他肯定是一番好心嘛，但是我又想着说，你说一个人的魅力怎么能光体现在衣服身上面呢？肯定是要看他的内涵呀。他老是说多买几件衣服，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觉得我太丑了，不好看？你在我眼里是最好看的，但是我想把你变得更好看一点，想给你买衣服。你就像我情人节给你买的那些口红，买的那些护肤品，给你买完之后，他就从来就不用。然后我就心想，我说是不是你不会用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就自己看看刷刷视频啊那种的，我还自己特意学的化妆，然后我电视心想去教他怎么化，然后他就当时就急了，就说你说我化妆难道是为了取悦你吗？你自己一脸坑，你怎么不去治治痘呢？我是觉得吧，我父爷就挺有自信的，然后我这么多年了，我也其实习惯了他呢一直让我化妆，我就在想，我说这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呀、啊？我自己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呀，你非得让我化。情人节为啥送你礼物？就是我朋友啊什么的，他们也有男朋友，都给他去送，我觉得别人有的你也得有。最开心的就是我送你礼物那一刻，然后你用上了。但是我感觉这钱花的其实挺没必要的，我是想的以后再花也不迟。那用在你身上，我觉得那就是值得。就上次我刚发工资嘛，准备想换一个好一点的皮带，本来刚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的，到了回家之后就说我你又乱花钱。我这个生气的不是因为他乱花钱，是他在医院里老跟那些护士小姐姐嘛，就是每天聊这个聊那个，然后护士小姐姐说哎你买这个吧，他就哎我也买这个，随波逐流一样的，然后呢又走得那么近，我是因为这个又吃醋了。没有走得近，我山西人就爱吃醋，人家也承认啊，我又吃醋了。严老师他能体会吧，就是那个山西人的那点吃醋的那个劲儿，你看杨老师看，哎呀，我们山西人就这样。那你老乡啊，老师好。对，山西人都很朴实，我们听到了女生朴实的一面啊，就没什么事儿了吧？还有呢，因为他呢是一边实习，然后一边做兼职，然后呢我就不想他太累了。我呢就是托家里的关系，给他找了一份就是五星酒店的一个高级销售，赚的工资也比他现在高，而且还特别轻松。到了他那儿之后，他永远不了解我心意。当时他说我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什么啃老拼爹。我是说的，我自己的工作我可以自己找，然后也没有必要说靠他爸爸的关系。然后我又想着，如果靠他爸爸的关系，到那个时候如果我没干好的话，不能给他的父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然后如果说干的，我不是不想让你这么累吗？如果我干得好的话，他就说你还不是沾了我爸的光吗？你有什么可嘚瑟的呢？然后我就说还是靠自己吧。好，我是你男朋友，你总是以这种说教的方式去说我。我给你的你都不想要，这个歌词好像放在他们身上太那个了。去过你家吗？去过几次，然后过年我就说请他回家，跟他说完之后一开始特别开心，然后莫名其妙的就不乐意去了，告诉我不想去了。他当时我是这么想的，过年的时间工资不是挺高的，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打点零工吧，然后我就说不去他家了。再一个主要是因为我去他家的话，我怕会说看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然后我又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外人，到时候我又想我自己的家了啊，又会哭呀什么的，然后我又怕影响他父母的心情。哎呀，这姑娘心思细的哟。去没去啊？没去。后来咋过的春节？回家了。后来那个刚好就是我有那个合作伙伴嘛，然后就说刚好过年一起热闹热闹，然后我就说那就去吧，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他就误会了，生气了。男的女的呀？有男有女呀。就没去他家过年？对，跟同事在一起过的年。对对对。你说过年三十，你就是我爸妈已经拿你当亲闺女看了，你这么见外呢？你这就是永远活在自己的思维里。你
所以下面问题就来了，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是挺想和好的，因为我知道他挺爱我的，一直在为我着想，可能就是我有时候吧不太理解他，然后没有理解他的好意吧。你是来向他求和的？对。你们俩分开了？老吵架，一直在闹矛盾嘛。然后我就是还挺喜欢冷战的。但是你想跟他好是吧？对。你来就是想跟人好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挺纠结的，就因为每天都吵架。其实我想分手，但是也不甘心。不甘心啥？就是我的付出，我把我认为我最好的都给了你，然后但是他永远感觉不到我的心意，以一种就是说教的方式去说我。我是觉得吧，他做我一辈子护士的话可能不太好，因为我对他的期望其实挺高的。你期望他做什么？我是期望他以后能做一个大老板，事业有成嘛。那做个护士长不比做大老板厉害啊？那你干嘛不找个大老板的姑娘？行，这是第一。第二还有啥愿望？其他的话就是我希望他能听我的，就是可以有一个。如果你是错的也要听你的吧？那倒不是，但是我都是为他好呀，一般都是对的。就是他喜欢的你让他改，他热爱的你让他放弃，从哪个角度说是为他好呢？可能我的想法也有些好了，这不重要啊。姑娘说了，我想跟你求和。小伙子说什么和不和的，我很犹豫啊，我不甘心，对吧？对。我为什么把我认为我能给的最好的都给你了，还留不住你的心，或者让你是这样一种对我的方式，对吧？来吧，各位老师，你们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文件。我们常常说有一句话，三观不合。什么是三观不合？既不喜欢别人的，还嫌弃别人的，还觉得别人的都不好，这叫三观不合。而真正的三观合是什么？你有你的喜好，我尊重；我有我的喜好，你也尊重。我可能不接受，但是我尊重你，你去做你的事情，因为大原则不破坏家庭。他没有因为玩而丧失掉过度的家庭或者工作的责任心，那就没问题。所以男生，你既然知道我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觉得很压抑，我觉得很痛苦，我们两个很多观念扭不过来。你同时其实跟他在一起恋爱一年多，你也知道你的女朋友可能就是很脆弱敏感的，她可能有过去受过一些家庭的创伤，有可能过去对于一些情感关系没有那么信任，她就是那种敏感的人，她更需要你细心呵护。但你如果做不到，你就明确告诉给她，不好意思亲爱的，我真的做不到，我可能就是大大咧咧惯了，我可能就是喜欢我的工作，可能对于我来讲一辈子我就得要在护士岗位做，那就是我的喜好，你不能剥夺我的喜好。明确反而不会伤害爱情。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你负面思维太重了。你说他带我去买衣服，难道他是嫌我长得不好看吗？他给我买化妆品，难道他是嫌我素颜不好看吗？你感受不到别人对你的爱，所以你只会用负面的信息来去评价别人给你的爱。同样对于过年来讲，他希望你过年回家跟他的父母在一起，你感受不到，你害怕你破坏关系。为什么害怕你破坏关系呢？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他以及他的家人相处。同样对于你男朋友给你介绍工作，你说的是我害怕把工作搞砸了。一个真正有自信的女孩反而会觉得，无论我在哪个岗位上我都能做好，因为我的目标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我不会害怕的。只有内心很自卑的人才会觉得，我做不好我会给别人抹黑，因为你不去解决问题，你只要求别人必须听你的。如果一个人的负面思维太重，他无法得到他想要的真正的爱情。所以既然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在很多观念上融合，不如友好分开，反而能够对这段爱情做一个完美的结局。女生你拼命努力打工啊，什么兼职啊，去赚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生活？我理解的就是安居乐业吧。他没有安居乐业吗？可能我看他挺安居挺乐业的呀，住着房子舒舒坦坦的，晒着太阳，盘着核桃，有自己喜欢的乐在其中的工作，他已经实现了安居乐业啊。但是可能我对他的期望还是有点高吧。所以那是你的问题啊。其实无论是我们努力拼搏奋斗想成为贡献更多社会价值的人，还是说我安居乐业在家就享受晒太阳盘核桃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没有对错，自洽是最重要的。你始终在一种焦虑的茫然不知所措的过程中，
想要去寻找自我，那是找不到的。他是当大老板的料吗？他不是啊。如果你不改变这个状态，你和谁谈恋爱都会不开心。如果他现在真是那种拼搏努力，把所有时间用来什么赚钱呀，提高自身价值，你又会说了，哎，你不陪我，你对我不在乎，你对我不好，你还会有焦虑的这种反应的。所以你的重点不是谈恋爱，你的重点是让自己的心安稳下来。所以我不建议现在过分的关注度在对方会怎样，而是去成长自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人他的内心就是舒缓的，因为你一直过着有依靠的生活。有一些人的内心他就一直焦灼，是因为他过的是没有依靠的生活。没错，对不对？这就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东西，所以他一直在追寻安全感。但问题在于，你们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就像什么，就像温室里的花朵遇到了一个野外生存的人，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你们之间的困扰来自于这个地方，你能理解吗？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向下生长的人，他是向上生长的，所以你在看待所有的问题的时候都是灰暗的，因为你在努力的往下生长，你在躲着幸福走。当幸福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去给他设置各种障碍，因为你害怕这个幸福我今天接受了它是我的，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失去了，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失去。如果你迟早是要失去的，还不如我从一开始我就不要呢。你的潜意识里面给他设置那么多的障碍，你明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给他那么高的期待，就在于你想逃。你真的寻找的是安全感吗？不是，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浇灭自己内心的焦躁。你在寻找一瓢水，你在不断的指使他在给你找水，但那个水是找不着的，因为你内心的焦躁不是任何的水，全天下所有的水也没有办法给你浇灭。所以你要我给你们两个人建议的话，我的建议是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生活场景，然后看一看能不能达成一致，就这样。其实我也挺怕无趣的女孩子，就是把生存仿佛当成了头号大事。因为对于你来讲，其实生存并不是头号大事。你反对男朋友喜欢的那一切，因为那一切好像看上去跟生存无关，那一些都是一些玩物丧志的东西在你看来。而你男朋友哪怕想带你买个口红取悦自己，打扮自己个儿，你也都会把它上升到这是男女不平等，女人为什么需要涂个口红取悦男朋友这一类的想法上去。这样的你其实挺无聊的姑娘，在年轻的时候你其实应该去拥抱一些好玩的东西，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有趣一点，不要活得那么紧张。在整个前半场里头，我都没有对你有任何的问题，直到是最后导师快要发言的时候，你加的那么一句，就是你希望他将来要做一个大老板，这一瞬间就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对你的一个基础判断。他为什么能变大老板呢？他变大老板以后为什么要你呢？以你的性格，涂个口红都说了我不要取悦于你，那么大老板的他必然也得和大老板的你才能够平等的待在一起吧。你有大老板的能力吗？年轻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做梦，我们会觉得不甘于这样，不想过一眼就看到底的日子。你跟他在一起，你也会害怕说是不是一眼就看到底了，我还想你能折腾出一点波澜。但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们能够抓住的最好的东西，而你自己想努力够着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有钱，比如说大老板，可能是你真的够不着的东西。比你年轻比你漂亮的人比比皆是，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漂亮的面孔，而有趣的灵魂你碰巧没有。所以即使给你放在了一群大老板的圈子里头，你也没有办法跟别人顺利的聊上天。但你的男朋友可以，他可以跟大老板聊盘核桃，他可以跟大老板聊我们怎么去喝个茶，他甚至可以跟女的大老板聊包包，因为他有趣。所以今天我都不想再纠正说你们的恋爱观什么的了，就是你自己得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状态，想要让自己过得好，那你得自己人为的给生活加点糖，你得让自己甜起来，
其他的爱情能走多久，那随缘。我挺替你活得累的。人可以做自己的梦，但是千万不要让别人帮你去做梦。我看到你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你自己有一个梦想，你非要让这个小子帮你去完成你的梦想，那你就错了。你应该完成自己的梦想去。你说我想让你变一个大老板，那你应该努力学习啊，你去创业啊，你变成一大老板啊，为什么不呢？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你呢？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面，优渥环境家庭里的人无罪，生在一个原生家庭不好的状态里的孩子也无罪。不要活在那个阴影里，不是说我掏心掏肺的把我认为的好都给你，那就是给予别人好，有的时候这样会把别人吓跑。明白。其实挺好的两个孩子，这挺阳光的，你也不能说他躺平，这可不叫躺平，就是在本职工作里面踏踏实实的干，本本分分的干，这真的不能叫躺平，好好盘核桃啊，多学一点，让生活变得有趣，好吗？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觉得老师说的也挺对的，但是我就是希望你不要过得太累，因为我明白你最后给我的可能是一个家，但是我觉得现在把咱们变成了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你觉得呢？我觉得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其实也是有感情的。老师说的也挺对的，我觉得我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点，然后我其实还是挺希望和你一起走下去的。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事情我做的可能确实不对，我把生活过得太累了，然后给你造成了很多困扰和负担。我觉得我以后其实可以去改掉这些缺点，让你再给我一个机会，你觉得呢？谢谢两位啊，请回，谢谢你们，请回。小鹏老师做个预测吧。男不出女出，我也是这样感觉，男不出女出。我觉得出是肯定两个人都出，然后女生可能是觉得这是离她离幸福最近的一次，所以她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抓不住。但实际上这个幸福并不适合她。对。我想告诉她的是，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们分手了，你千万不要因为此而认为你自己不适合幸福，只是你不适合这一种幸福而已。双出吧，我觉得女孩够聪明，也许有的时候能被点通一丢丢。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请开门。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因为他说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就男生舞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你，却换不来你对我的好？有什么话要跟他、跟自己、跟这段感情说的吗？其实我觉得这次确实挺可惜的，然后我老师们说的也挺对的，可能就是因为我性格方面不太好，然后给他造成了很多困难、负担。然后我就想我以后能把这些缺点改掉，然后生活上面也积极阳光一点，不要再活得这么累，然后还让就是喜欢我的男孩子还这么委屈，觉得这是挺遗憾的。我很想跟姑娘说，不是你性格不好，每个人都会有成长在跌坑的经历，年轻的时候就是拿给我们跌坑的，因为避免我们老了跌更大的坑，所以不是改你的性格，而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待问题的想法。我希望你能够做到的就是你想要学习，学习就是告诉给你遇到困难想解决办法，而并非消极的往后退，退肯定不会让你得到幸福，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刚好经历这件事情，反而能让你未来获得幸福。我是想跟女生说啊，其实你本来就很美好，你要看见自己的好，告诉自己我也值得拥有一份美好。你只要放松一点，其实一切美好的东西就在你的身边，请放松。爱情是一种双向奔赴，幸福又何尝不是一种双向奔赴？你和他是走在两条幸福的道路上，所以你得去找一个和你在一条路上面奔赴幸福。我就挺喜欢你的，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自己有的时候活得有一点拧巴，没搞明白很正常，但是聪明的你会知道怎么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好起来。像刚上场那样笑一笑吧，你会很好的，姑娘。这女生说了两个词，可惜，最后说了一个词叫遗憾，大家掂量一下这两个词之间的这种分量。我觉得就是值得拥有，挺优秀的一个孩子。如果你不优秀，又怎么会吸引了他，让他对你那么多的付出呢？所以要自信，开心地走下去啊！谢谢你，请回。幸福，祝你们真的幸福。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